天来到复兴区，这里是脚板山的公园。今天是2022年1月9日，进来公园里面看看今天有什么可以欣赏。梅花，梅花，真的梅花。那个岛太小了。来，大家来看，我们今天来看梅花，就真的是没有花。所以现在呢，1月9日千万不要来哦，都没有花，只有风景可以看。好，拜拜。找到了，这里有一颗开花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没有大开。照片比较美。好，那是什么？梅花。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真的是梅花。是没有花。不是，真的是梅花。因为看不到梅花，所以来吃豆干。这一份，大动了哈。然后再一个速度，再一个速度。对。